主料肉饼200克，包菜600克，辅料猪油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肉饼解冻后切小条，包菜切丝，葱切段，炒锅下油，下切好的肉饼条翻炒，炒至略黄时下葱段，倒入切好的包菜，加盐鸡精调味，炒软后出锅。烹饪技巧，喜欢吃软的就煮久一点，不用下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